我去年频繁的去上海，去年去上海去的很频繁。今年其实，2018年我只去了一个地方，就相当于走出四川嘛。当然重庆没算啊，重庆没算。重庆因为跟四川很近嘛，其实从成都去重庆坐高铁也就那个1个半小时就不算嘛。我今年去到最远的地方就是浙江，2018年的1月份我去了一次浙江，然后的话，这个月的月底马上就要去一次武汉。我希望今年吧，我希望今年还是能够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玩一玩，去一个有水友的城市，让他们请我吃饭，能够去玩一玩啊。孙狗别混了，今晚播什么？关你锤子事，播什么？问锤子，老子不知道播什么，反正随便，想播什么播什么。今天没准备内容的，没准备内容的。我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我的直播不是说特别有规划的那种。有的时候不想直播游戏，打游戏打得烦，而且有的时候打游戏又不能跟你们聊天，不如直接就跟你们尬聊，跟你们尬聊一下，混一下时间。能请孙哥掐热干面吗？我到了武汉，如果有水友请我吃饭，如果是吃热干面，你就不要来了。你就不要来了！我说了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吃热干面，除非就是我不吃东西会饿死，而我面前恰恰有一碗热干面，我可能会吃。除了这种情况，我是不可能再吃热干面的。保时捷卡宴有排面吗？孙哥来墨尔本，我给你当司机。哼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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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算了算了你们那些在国外的就不要说什么孙哥，你来什么墨尔本啊，来澳大利亚呀，来这些的，你们都知道我这辈子都可能去不了这些地方，就不要说这种话。你要就说孙哥，等我回国了，你能来我的城市吗？比如说我是那个，比如说杭州的、扬州的、上海的，又跟我说你这哪儿的，又孙哥过来，什么费用给你包干？你看我来不来就完事儿了。你妈的，全部都说国外，是因为国外我没得事，我去国外干什么嘛？我有病是吧？我没的事，你跟我说我跑去国外干什么嘛？我要真跑去国外旅，啥都。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哎，你的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哦？那我凭什么关窗嘛？那你去物管啊？你再骂，我操你妈！日你妈了！你要骂人，你傻逼是吧？随便你。你妈傻逼一样的！你骂你妈了！你在骂，操你妈了！你骂什么呀？骂谁先骂的呀？你妈的没素质是吧？谁先骂的？我日你妈是不是我先骂的？你妈傻逼一样的！你他妈才是傻逼吧？日你妈了！你只会说这一句是吧？你妈傻逼一样的！你傻逼是吧？那你要干什么嘛？你妈哈妈屁一个！你闹你妈呀！你闹，操你妈！你妈傻逼！你能不能好好说？你是不是张口就开始骂？操你妈了！你张口就开始骂，你他妈还用理了？扰民的话你去告呀！你骂你妈的锤子！你在骂，偷你全家！你妈了屁了！少说点，不要说了。操你妈！听到没有？我说你给哪两吼？傻逼一样的！他说你儿嘞，声音大。随便那咋子哎呀？你妈要外地的老几那咋子嘛？老子马上上去弄他都要的，你妈哈马屁！随便他，是你妈他把老他是我看楼上老子面上的眼儿不着了，老子看他好牛逼。主要把羊不全部把羊干们害你，我给他咋子？日你妈卖批，外地的人还能把子整？我日你了，我要真真正正的牛批！是你妈的，9点过我打扰他睡觉，我打扰你妈睡觉了，我打扰！操你妈的，铁傻逼一个，9点过扰民，有这种邻居啊？妈卖批了，还骂人！操，老子明天老子抓过去敲他的门！好牛批啊，老子就要看看他好牛批！
是你妈傻逼一个，纯憨憨。明天说说过去，马上打电话。哎，你在这儿呢，老子真的，你妈真的哈皮两家，你妈一张嘴就骂，好声说说不来，扰民了就说嘛，你妈好声说嘛，上来就直接骂，上来就是操你妈这种。老子真的我要热点火了，你妈当着我的面，老子眼儿不打了，真正的你妈是个胎神。好好好好好。是你妈卖批，明天老子说去找他。谢谢阿祖啊，谢谢阿祖的那个100个功德币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妈的，这哪里有这种人啊？谢谢 Jeffrey 啊，谢谢 Jeffrey， 谢谢 Jeffrey 的100个功德币。你妈哪里有这种人啊？9点半跟我说我打扰他了，睡觉了。你妈脑壳有问题是吧？能有这样的吗？你妈的批了说老子扰民，你可以去物管告我吗？上来就直接操你妈，操你妈的妈！老子真的服了，老子不想跟他打嘴炮。楼上你直接就下来嘛，你来找我嘛。好，那我明天上去找他，我看他多牛批，我就要看他多牛批。是你妈了，真的，妈的好好说话不会，这妈上来就开始瞎鸡巴嘛。我不知道是哪里人，反正我知道不是我们新津县的人。我明天我就要上去看看他有多牛批，我把我朋友叫上，我看看他有多牛批。是你妈的批了，像你妈个铁憨憨一样。我看他那个位置的话，应该是我家楼上，我看是楼上的哪一号。